哎呀，这太多了，可了不得，这太多了，啊！看这看这有谁厉害的，好绳呢，好绳呢。大家好，我是刘哥，咱这个是三窝的狗崽，两窝罗维纳，一窝厄巴，今天整到前面这个活动场地来了，让他玩玩。啊家，是吧？哎呦啊哎呦啊，这个逮着这绳了，那家伙我这家太多了，咋的了那个？我爸哪去了？看不着了呢。我爸那边，来了，快来！有玩玩具的，你知道吗？你发现没？我爸好像是有点怕他们。是他李冰的，你看。他们大，我爸小，他有点怕他。哎，不怕啊，不怕，没事，哎，谁不怕啊？看看，他有点躲他。这一共多少只啊？一共16只。一共16个。哎，一共16个。啊，我爸6个。罗维纳10个。罗维纳10个。嗯、罗维纳2窝的，我爸1窝，3窝，16只狗崽。你应该把那个篮球网靠边，完了他就那个什么足球网靠边。他好像到这家不敢跑。对，到这家子给挡上了。让你抱呗，他家伙。谁吼呢？我看球哪去了？大球哪去了？来！俺家都去了，都去了。来！哎呦！哈哈！俺家。哎呀妈！哎！来，宝宝。不是，还是这个罗维纳什么呢？多呀，这我爸有点看不着。不是他吧，他老想上场，他这个孩子，看他。我爸，你没发现吗？他有点溜圈。是，他一瞅这一样的太多了。他有点怕他们。害怕。害怕呀。害怕，没事。害怕呀，是不？给我这玩玩，给我这待着吧，哎，给这待安全啊。穿条的是吧？这回咱这展台安全啊。这个你不用怕。谁也上不来，谁不敢欺负你了啊！好了，过来了，上这来，来，来，一人招一个，他长，玩会儿让你爹，谢谢大家关注刘哥视频，下期见。